下周叫做 Prela， 我们聊聊分工吧。好呀，要不我来做 PPT。 这样吧，要不淑芬你做 PPT 给明妮写报告，那个像上课讲的交给我就完事了。哎，你不参与前期准备的话，不会对内容不熟悉吗？没事儿，包在我身上。好啊好啊，我正好有点社恐，那我们这两天先把材料弄出来给你，你别忘了在讲之前多看几遍。哎，那好吧好吧。今天我代表我们小组来给大家做这个铁皮鼓女性形象解析的 Pray。 她好像真的没有准备，提前三天给她报告都来不及吗？完了，咱们谁也上不了80了。女性形象分为三类，分为三类，然后完了，这个词不会读。算了，我上去讲吧。那刚才左一同学已经给大家整体介绍了我们小组 Pray 的主题，下面有几个细节，希望和大家深入交流一下。饼饼，多亏了你啊！哎，我本来打算把这些细节留到后面说的，不过你来说也一样。你这个好喝吗？这个嘛，这个是康师傅冰红茶热带风味，你肯定也会爱上的。六种水果与冰红茶碰撞，开启痛快畅饮，助力不破防，果然痛快。咱们那门课出分了，93。你们组这么高啊？我可是听说那个老师对课堂展示要求很高的。哎，是吧，那天主要都是我在讲，我讲的时候我就看老师一直在那点头，我就知道肯定稳了。哎，我就知道你这种社交牛逼症性格就适合做 Pray。 哎，那是，哎，要是那 PPT 逻辑能清楚点啊，我估计不止这个分。可不是嘛，多亏你花了10分钟了解一下报告。哇，我终于抢到了限量的设计款裙子，哇，恭喜恭喜。哎，你看看这个设计，这个吊带再加上后面的蝴蝶结，谁穿上不说一句女明星。哎，给我看看。对，我这人说话直，你可别不爱听啊。我觉得像你肩这么宽，还是别尝试这种吊带了。还有这个颜色，我要像你皮肤这么黄啊，梁静茹给我勇气，我都不敢穿呢。那是比不上你文艺复兴回来的审美。没事儿，等衣服到了再看看呗。2000 years later， 是不是我手臂粗，这样穿吊带真的不好看啊？多好看啊，别不自信，衣服是修饰人的，可别本末倒置了。走，我们上课去，就穿这身。好，那今天就穿这个去上学。 Later。 哇，饼饼你今天穿的好好看啊。对呀，我也超喜欢这件的。你们快来，我妈出差回来给我带了好多好吃的。哇，好精致啊，谢谢饼饼。哇，你妈妈去哪里出差了？哎，好像是去南京了吧。前一阵我爸去荷兰给我带了好多马卡龙呢，我都吃腻了。你这个看着也不太正宗啊，皮太厚了吧。你故意找茬是吧？这东西你吃不吃吧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哎，饼饼，你上次给我的饮料好好喝呀，能再给我一瓶吗？哎，我就说嘛，还是淑芬有品味。这个是康师傅冰红茶热带风味，超好喝的，给你。不尊重别人啊，也不会被别人尊重，这种情况大家是不是也遇到过好几次？真的就是有一些人啊，见不得别人过得好，友情上做好断舍离，选择一些好的朋友才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快乐呀。当然呢，我们也要在表达自己的想法前多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。在这里是饼饼，我们下期视频见啦，拜拜。